家好，我是 Kelvin from Reliance Home。今天我要教大家选择一幅适合自己的 art painting。首先，我们 Reliance Home 有两种系列的 art painting， 第一种是帆布 canvas art painting， 第二种就是 eco panel art painting。canvas art painting 所制造出来的画比较有立体感和有光泽，所以看起来比较真实。那 eco panel 是采用环保材料制造而成的，当你触碰它的时候会感觉比较 solid。和 glossy。 选完画过后，现在我要教大家如何选择框。我们有大框、中框和小框，而我们的框的颜色有四种：金色、黑色、银色和白色。那我们有三种框，框的配搭呢，就是看你选什么画的颜色来而定。如果选比较暗色的图画，最好是选金色的框，比较突出那幅画的颜色。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保养你们的 art painting。 我们的框全部都是用 aluminium， 它是防水防生锈。在保养方面，你们只需要拿湿布来抹就可以了，你们不用担心会损坏画，因为我们的画 eco panel 和 canvas painting 都是防水的，不要用有 chemical 成分的清洁剂和暴晒在强烈的阳光底下，因为那会损坏到画的颜色。我们提供了1000种图案让顾客选择，除此之外，顾客也可以选择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图案，然后我们把它印制出来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情，请浏览我们的 website 和 Facebook。